琥珀色呢，其实调色的部分呢还是相对容易的，但是呢在绘制的部分啊，做到很自然的话可能就比较需要花费功夫了。那希望这一期的影片呢对大家还有一定的帮助。那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吧。